我是不是也是你们陷阱中的一环？我现在什么都不能说。关于你的一切，关于我们的一切，什么都不能说吗？ 只能告诉你的是，这个吻是真的，是真心的。你的吻我还回去了，咱们谁也不牵手，这就是我们的距离。 如果这就是我们的距离，你别动，这一步我走。这一步，谁都不能走。我有话要对你说。疼吗？ 我和十月第一次见面就是他，在队里，犯错误最多的就是他，但关键时刻最敢闯的也是他。我这个只会服从命令的优等生，偏偏和他这个爱耍小聪明的坏孩子成了最铁的哥们儿。可是最铁的哥们儿，却做了最坏的事儿，给他挖了一个巨大的伤口。 伤口这个东西，要自己慢慢愈合。可是伤口好了，伤疤却痒也消不掉。小乔，我不仅套了他的论文，还套了他的身份。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无人机。 甚至连航模制作我都不懂。你是不是打架打糊涂了？你忘了我第一次参加航模大赛，灵感都是你给的。那些给你激动和兴奋的灵感都是他的。我拿着他的论文，冒用他的身份在你面前装模作样。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而已。那你为什么呀？因为当时的我太想讨好你。 小乔，对不起。其实早在7年前，你们俩就应该有了交集。7年前就认识了，也不是现在的十月和南乔，又能怎么样？ 我不会给你太多时间。